在斯利纳卡林威罗大学人文学院，我们学习各种不同的语言，我们探索世界文学名著，了解人类，我们探索人类的心灵，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要学会创造有吸引力的内容，并进行有效和高效的沟通。因为每一种色彩都反映了真实的人类，思想、创造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这是人文学科独一无二的核心。在这里，我们致力于创造不同的新色彩，涵盖本科课程及研究生课程。我们本科阶段的常规专业有英语专业、英语教育学专业、东方语言类、汉语专业、韩语专业和日语专业、泰语专业、泰语教育学专业、东盟语言与文化专业、信息研究专业、儿童文学专业、哲学与宗教专业、心理学专业、两个英文授课的国际本科专业课程、职业语言专业、交际语言专业。另外，我们的研究生课程有英语硕士、泰语硕士、发展心理学硕士、信息研究硕士、数字传播语言学硕士、泰语博士、语言与全球传播博士。所有课程项目均拥有专业及国际化的讲师团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毕业生能够茁壮成长，并达到社会和劳动力市场设定的专业和全球标准。我们为学生和教职员工创造了无限丰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并不局限于课堂。我们与全球各地的国际合作伙伴一起，为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了不同的体验，让你们掌握学术和生活技能以及其他方面的全球能力。这是我们人文科学的核心，因为我们相信斯里纳卡林维罗特大学人文学院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丝知识、每一抹色彩，都会为你们所有人创造创新和充满希望的未来。